中国我说采取方苦与逃，要苦的理由很多，要逃的理由不用多说。在那片土地上，在那里的人民中，有的望天而嚎，有的跪地苦求，有的仓皇而逃，有的无路可走，无论穷人富人，在浮浪时期不要被假象迷惑，在灾变乍起时不要心存侥幸，祸可以躲，终究风暴来袭，势不可挡，雷雨滂沱，身雨飘红，边苦边逃，边逃边苦，不能之别伴随着离头之痛，危难之邦岂可久留，最怕一夕之间风尘抖擞，大雨三年必有大难，饥荒和战乱乌云盘踞，多少人又将死在流离失所苦号逃亡的楼头。苦与逃既是那片土地上的千年同时，又是那里的人民挥之不去的噩梦。我仿佛听见来了来了的声响。